嗨，超久没有 vlog 一下，最近在士林这边开了一间新的 Intersport 摩曼顿的店，然后听说他进了一台非常厉害的机器，邀请我来体验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哇， Intersport 超级多品牌哎，有 UL。好，那我们就来去体验一下。听说这台机器非常厉害的地方呢，是它可以检测一些你的足侧，然后你的跑姿，就可以推荐你最适合你的鞋款。那我们就赶快去试一下吧。所以进来看到旁边，这边就是 Team Sport 区，超级帅。这边就是有一堆篮球跟足球系列的鞋子啊、衣服还有装备，超帅。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球类爱好者，我觉得这边可以挑超多你喜欢的东西，各式品牌都有。然后再往前一点呢，这边好像就是他们的 Outdoor 区，就是一堆登山系列的用品，超赞。爬山的话一定要逛，超多东西可以买。然后再往前呢，这边应该就是一些比较是女生的 lifestyle 的地方，然后这边呢全部都是小孩专区，所以如果你有小朋友，就可以带他来这边挑选一双很帅的跑鞋哦。这边就是女生的 training 系列，女生的这边服装超多可以选的，很多品牌，重点是里面这边应该是试衣间吧，很完美。然后再往前呢，就回到了男生的地区，这边有 training 系列的 Reebok。然后这边就 training 鞋款，还有这边 running 鞋款，这边是 sports style， 就是休闲款的鞋款。所以如果你刚开始想运动，然后不知道该怎么挑选装备，我觉得 Intersport 超推荐大家来，因为这边各式各样，不管什么运动种类都有。然后你要生活系列，你要真的运动用也都有。那我们就来去体验一下很厉害那台机器吧。这就是那个听说很厉害的足测机啊。那我们就请店员帮我们介绍一下，这还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Hello， 这是我们全台第一台的足测机，那它是从欧洲最新引进的，它会收集你的资讯，然后提供给你最适合你的慢跑鞋。那我们就来测一下，我到底适合哪一双鞋吧。哦，我的脚出来了，所以我的脚长是25.3-6公分，那这数据你们看会怎么看吗？我通常就是会点出来，然后让客户知道说他在他这台器材是怎么去测量主宽跟主高的。所以我的数据看起来都是比较正常一般的。对，都是在平均值之中。OK， 那我们如果这样扫描完，通常再来是这部分的话，我们就会直接进行所谓的动态分析。Okay. 那动态分析的话，就是分析说你在跑步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的足内翻或足外翻的情况。了解，所以我们就是要上这个后面的跑步机。好，那我们来跑看看吧。那我们跑步完，接下来就是看影片，然后就可以从影片来对比一下自己有没有足内翻或足外旋的这个状况。所以我的脚应该看起来是正常，没问题的吧？对，看起来是正常的。还好没有，还好没什么问题。然后，所以我们就要选正常。然后下一页。好，第三个部分的话是进行问与答，去了解你的运动习惯。OK， 就选一周跑几次，几分钟，是路线，然后再来是体重。好，脚都没有任何不适。所以这边测试出来就是我现在比较推荐我适合要挑选的鞋款嘛。对。OK。那因为我白鞋蛮容易弄脏，我可以试试看这个全黑这双吗？好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好，等一下试穿一下。那我可以去试跑一下吗？好，原来推荐了我一双，就是这个是 UA， 可是这个款式我也没穿过哎，但我觉得穿起来蛮舒适的，就是整个穿起来的感觉好像蛮好跑的。我觉得超酷的，这台机器可以这样轻松的就分析出你比较适合哪样的鞋子，那怎么样的鞋款可以让你在跑步当中会更有帮助。我觉得如果对于那些不知道该怎么选鞋的人，非常适合来这边体验看看哦。那这个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士林的摩曼顿，就是在士林夜市旁边。然后重点是他们现在只要加入 Intersport 的会员独享，竟然
这个包包原价是要卖290，现在只要卖149，直接半价。所以如果你们最近有来 Intersport， 一定要挑选那个加入会员才有限量，一人限购一个的包包哦。好啦，以上就是今天我来体验这个租车机的一个过程，我觉得非常好玩，它可以推荐你该怎么样选鞋。那如果你们对于这台租车机非常有兴趣的话，欢迎你们一起来这个40摩曼顿 Intersport 这间店体验一下哦。好啦，我们下次见，拜拜。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女生产品。